我是什么？我是鱼。今天我们要玩什么呢？疫情很严重，我们很久都没有去麦当劳了，很久都没有在麦当劳里面吃东西了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把麦当劳搬回家。我们来抽签决定谁当店长先哦。我要选这个爱，我的第二，我是第一，第二，峰峰第一，来，我们让峰峰穿上围裙，戴上帽子，抽签决定他负责谁的订单。这个。鱼鱼，欢迎光临一特开心乐园餐，好啊，请稍等，我现在准备汉堡哦。搞定，这是你的开心乐园餐哦。哦，对了，有送餐的，你要巧克力还是草莓口味？巧克力，请稍等。给你的东西。Hello， 巧克力圣诞来喽！我要吃哦。好。OK， 谢谢光临，拜拜。我有游戏机，可以开灯哟。
好吃！我们要感谢今天的一日店长，礼物是一份大的 Happy Meal。哇！耶耶耶！谢谢，拜拜。耶！我们来看莹莹负责谁的餐点哦。露露，欢迎光临，请问你要点什么吗？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OK， 好的。那那个呢？好咯，那个好咯，现在我要准备苹果派哦。完成。耶，好了，耶，现在准备水哦。好了，要给我卡，你要给我卡。好了，对呀，有玩具，有薯条。哇！哇！我要放手脚呀！好哦，谢谢一日店长莹莹，精美礼物一个。我们今天请最后一位一日店长露露。店长，店长，店长，来吧，来。妈妈，我装扮好了。最后一位客人是峰峰，你负责峰峰的餐点 ，OK？OK。Okay? Okay. 加油哦！妈妈，关于你要什么？我这个店长太可爱了，海炸鸡、薯条、冰淇淋和水哦。我可爱吗？OK， 稍等。海炸鸡，海炸鸡。我做一个，不，我要放这个给你，放水呀。好了，我要放这个给你。好了，来这边。要这个吗？要草莓吗？我要 strawberry， 草莓。OK。Hello， 关注。哇！哇！
我放过你啊，我饿了，我要吃了。谢谢我们的怡润店长若如啊，你要给你礼物。耶！加油！